小江南，因为呢，我们苏州的古城湖就是这条河。因湖而筑，水上人家，秦门民间后门临水。就是我要打招呼的，讲得好，唱得好，要奖赏的。是这样。那我呢，先唱首歌给他，唱一个他们叫贾斯敏，我们叫木棉花。贾斯敏。但是我岁数大了，唱不好了，又生又睡。哎呀，大美丽的门里花，哎呀，大美丽的门里花，芬芳美丽满枝桠，又香又白的嫩嫩花，让我来将你摘下，送给那别人家。门里花呀，门里花，嗨，大美丽的门里花，嗨，大美丽的门里花，芬芳美丽满枝桠，又香又白的嫩嫩花，让我来将你摘下，送给那别人家。我的花呀，满里花。OK，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今天我们这里洗衣服，好美，洗的非常好。哦，那你前身这么样，还是是这个颜色吗？这个呢，醒来原来这个颜色呢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青的。醒来为什么发黄呢？它墙是可能白墙，阴柔的发黄，我还是喝的阴柔发黑，这个是绿的，阴柔发绿。这个水洗的是不脏的，这个水打出来它是很清的，看到没有？它是硬的，是什么颜色？硬的是这个发黄的，这个墙是白的。Because the The wall is white, so the water looks green, but it's very clean. It is very clean. Okay. Mm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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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m.为了成为一定叫小桥，小桥很小，只有一两个洞桥。那在管子的你就不能认为它是小桥了，认为它是玉桥。它过去的南面的龙头都是金的，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，都是金的事情。红卫兵的草坪边把那个金的龙头桥给拿掉了。这里现在都停车场了，这个桥改变了方向，走车子了，是朝的水泥桥。还有两个水泥的龙头。对接一下，还支撑它的龙头桥。哦。这个我看见，看到了，这个上面，这个满眼都是个火。